大家人，大工啊，都是这么早开始呢。大家人殷勤精进啊，莫非呢？就是学佛，学佛者必定爱殷勤精进，在丛林中修行，调整莫过。这是咱丛林的规矩，也是丛林呢，咱的生活，生活中就是爱修炼咱的心。所以啊，讲究的是一念心。丛林内底啊，的修行者叫做精团。啊，精团啊，同款有二种，比丘尼众。迄个时阵，佛陀啊，伊呢到处说法啦、啊，有缘者啊，见佛欢喜啊，跪倒佛的座下，就是出家啦。所以呢，丛林啊，同款散布在各地啊，所以各地有修行因缘的地主，《法华经》啊，佛陀开始呢，转消性啊，就是去掉了过去啊，迄、那个方便方定啊，法界等等呢，完全。不管是淡空说有啦，哎，来一个大转啦、啊，这个大转法轮，转效为大。过去用各种的方法啊，导众生的根基会当接受啊，拢总呢会用方便法，但是现在呢，又从有空该修炼倒转来呢，予大家人知影，那就是中道啦。这中道就是菩萨道，予大家人会当了解真空，各有妙有啊。妙有中呢，在达真空，所以真空破地即着，妙有呢爱咱。向前精进，所以这种哦，在众生人群中啊，会当去掉一切的烦恼，无有执着。在菩萨道中呢，还是殷勤精进，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，这就是佛道，未向于内众啦。地主就是讲修行者出家众啊，开始呢，要叫因讲啊，爱弃敌消性，爱众事大性。佛陀现在要讲的，就是真实法，所以散布在其他的地方，拢总回归回来。集在一处，那就是的灵鹫山法华会。所以讲有真多人啊，万二千人聚啊，这一万两千人拢是呢出家修行者，这一万两千人的内底啊，多数呢拢是。在的兼备呀，是人人呢所重用的德行，拢总已经有基础啦。因迄、那个才华德行啊，拢是真圆满，所以智慧吼啊无缺点啦，真正的基础，不管是才华。不管是德行吼，啊，内修外行啊，
拢是真执着。啊，执着的是啥物嘢呢？上重要就是戒定慧，这个定啊，内面用功，外面已经显出了这个德行。所以呢，这些精进其实有一万两千多人哦。啊，除了呢，以前阿罗汉过，还阁有，还阁有新学的，有学无学啊。哦，有学的众，那就是啊，意思就是讲，还阁有。爱搁在修诶吼，那这两千人吼，两千人诶内底呢，多数拢是差不多新学，有诶人新出家诶人啊，根基真悬哦，一文千五啊。虽然呢，这是新出家尔定，不过伊断烦恼诶也是真紧吼，所以这。这种断烦恼，那就是啊，把所有的邪啊，完全的拢给断除啦。这种的人，这就是无学啊。那是还搁伫咧研究中，听都知啦，知啦。啊，唔过呢，真正你改改过来呢，也搁是。有一段的距离，这叫做有学，意思就是讲真认同烦恼无明啊，是伤害慧明。但是呢，一时要转过来呢，实在是无简单呐、啊。所以啊，个伫咧真心用功研究的人，这叫做有学吼。也那是会当听了后完全了解，马上啦都断除了解了一切呢，这个人我是非，拢会当通透彻看清楚，运用伊个智慧啦，完全的断除吼，那用心一致，安尼修行啊，会当通见到啦。也也见道啦，见道就是了解这个道理，在内心呢也已经呢，把迄个人间的是非啦看清楚，在家己的体悟真透彻。有什么款的境界来时，不动摇伊的心，这种的邪念啊，完全断除掉去。所以这种的人呢，就是叫做无学。所以呢，不管是证阿罗汉果，或者是呢，在有学无学群中啊，拢总是呢有心修行，跟随着佛陀呢一心无二志啦，哎呀，修行者吼成团。再到来呢，一段文他就讲，除了比丘众以外呢，搁落来啦，因为出家有二种嘛，比丘众参加比丘尼吼，那比丘尼众啦，即群的内底啦，
摩诃婆舍婆提比丘尼，以观想六千人计呀，定佛陀的僧团内底啊，即群的比丘尼也是佛法者哦。除了自修啊，搁再呢，伊的这个比丘尼众啊，也带动的呢。人人啊，有学无学，同款有真认真继续伫咧精进的人，也有呢完全了解了道理啦。佛陀嘛，安尼讲啊，人性呢，拢是平等啊，人人皆有佛的本性清净啊，人人拢总是甲佛呢有同等的智慧，男女呢？都是同款，但是呢，在形象啊，既然在咧修行，无离开世间法，男众叫做比丘，女众叫做比丘尼，男众由男众呢，伊的生活方式带动，女众有女众的生活方式修行，所以女众的修行者。带出了呢，就是啊，表出了摩诃婆舍婆提比丘尼的名称出来，咱会当知影，伊的这个比丘尼团呐，大得好啦，也是呢弘扬佛法啦。所以迄个时阵，因为佛法初期嘛。三宝初成嘛，虽然经过40多年啦，这40多年间呢，就是因为这个僧团的处事真庄严，所以因为安尼呢，嘛会当弘扬佛法啦。看到这么正多的僧团的庄严形象啊，这呢也是一种形象的好。也是啊，真团佛法法门的团人，不管是比丘、比丘尼，咱戒定慧啦，的法呢，共同拢爱修吼。那烦恼无明，共同拢爱断啦。所以呢，这个去除了无明烦恼，增长啦，合在一起。那就是真正的清净，所以这种清净无染的团体啦，嘛是呢，会当兴盛佛法呢，一项的好法吼啊。所以咱伫咧修行啊，人人呢，哎，为佛教啊，为佛教呢，除了说佛法啦，行佛的教法以外呢。咱的为人形态呢，嘛是会当通哦，摄受众生啊，互人看着都起欢喜心，这嘛是啊，嘛是一种的道种啊。所以呢，啊，佛法哪里会兴呐，都爱精团呐，精团爱真合合，所以这种合合啦。清净无染，真正的清净，所以因为安尼也称为内耗啊。尤其是还阁真侪呢，声闻比丘尼，还阁都爱靠经藏所说的法吼，这是啊，对经团中啊，阁在有的呢。比丘尼众吼，啊，即个比丘尼众呢，就是由摩诃婆舍菩提来带领啊。所以摩诃婆舍菩提翻译啦吼，伊个意思叫做大爱道，就是大爱道啦，就是啊，佛的意表吼，对，释迦牟尼佛。断记的内底啦，咱都知影，伊出生七天啊，
伊亲生的老母呢，就往生啦。一个幼小的囡仔呢，要安怎大汉啊？就由伊的老母某一夫人呐，诶，修为，那就是菩萨菩提。这位，伊家己发心，要代替伊的阿姊呢，来请用这个幼小的囝，所以菩萨菩提是佛的仪表，也嘛是用伊的身体长大呢的老母，悉达多太子出家了后啦，成道啦，佫倒转来弘经说法啦，迄当阵。伊初闻佛法啦，就真感悟啦，真体会佛法的奥妙，真了解佛陀所说的道理入心啦，所以伊闻法欢喜，真爱敬佛陀所说的教法，一直到佛陀的父王往生啦，了后呢？摩诃婆舍菩提，他就求佛出家。但是佛陀呢，迄个时阵伊就是啊，无要修这个六祖，意思就是讲，只干那想要爱有比丘，无希望讲吼有六祖出家啊。佛陀的考虑。就是讲净土呐，本来就是爱心清净啊，心最未清净呢，就是愈习会扰乱人的心。所以佛陀呢，伊伫这个净土内底，无允许有女人呐。不过，菩萨菩提是佛的仪表，请用伊长大，伊呢？虽然不肯允许因出家啦，但是阿兰呐，就是代替菩萨菩提去要求佛陀三次的请求啦。佛陀呢，才开始讲，好吧，就由摩诃菩萨菩提安尼所带领一阵啦，来出家。不过有条件，就是不敬法，佛陀是惊讲，这出家比丘尼啦，有控告傲慢的心，因为是王妻呐，尤其是伊的仪表，所以呢，伊就该制定不敬法，要降服因骄傲的心，要会当制服因呢。迄、那个生活的规则，爱会晓恭敬尊重。虽然这个不敬法呢，对迄当阵啊，真正是真不公平。佛陀就讲：佛性平等啊，智慧平济啊，是安怎都爱结婚？比丘、比丘尼的相呢？开头的用意是要刁难啊，唔知影讲吼，在菩萨菩提、甲耶稣陀罗呢，会当讲吼。愿意接受啊，所以呢，才有这个不敬法吼啊，这是啊，第一是要刁难，让因知影讲，我爱有这个规矩哦，你做会到无？无想到因求道心切，还是接受啊，所以这个不敬法一定落来呢，迄、那个用意啦，嘛就是要刁好。控告骄傲的心，所以修行啊，爱会轻得吃苦啊。那这摩诃菩萨菩提也惯性有六
千人记啦，吼、哦。那也个有呢，罗耀罗庙亚斯多罗比丘尼，嘛个有观世记亚斯多罗，写罗耀罗庙，那就是啊，佛亚未出家以前啊，也太智慧，同款啦。甲摩诃婆舍菩提，当者来出家啊！伫年长中啦、啊，也是人人所认识吼，也是堕落啦。他呢是一位容貌真华贵哦吼啊，而且呢是三种素德啊，所以也是堕落啦，亦做呢痴愚吼。真正的坚持伊的正错啊，啊，积聚了女人所应有的才华美德啊，都有吼、哦。所以罗耀罗的老母呢，他就下亚斯多罗比丘尼呢，也在僧团中呐、啊。啊，各位学佛啊，这本来呢。就是一项真正呢，严厉的代志，世界啊，爱真谨慎啊。出家不是真简单，出家乃是大丈夫事，众上难为，爱有真勇猛精进的心，唔惊辛苦，唔惊劳动啊，爱有这种的心，上重要。就是爱调伏，调伏内心种种的烦恼啊，不管是比丘或者是比丘尼，必定呢爱顾好这点心啊，这点心呢，就是啊，在迄个贪嗔痴慢疑，这呢是五浊心，也是五毒念啊。这呢，拢会损害咱的慧命，所以咱必定呢，好好用心啊，下功夫呢，在咱的心意行动中，所以时时爱多用心啊。